好，现在第三位朋友贺思琪已经唱完了。那当然我们都还在我自己本身也他都还在想，你们也可以给我一点建议。没有很严肃，可是见到什么见到紧张死了，哈哈。 OK， 小老师好严肃啊，还说没有严肃。我哪有严肃啊，我他们一直说我严肃，我哪有严肃啊，我还好吧，我还唱歌给你们听哎，对不对？意思是改太多吗？哈哈。好，你们也有听到对不对？待会可以给我一个数字啊，1234567888。如果你觉得哪一个朋友、哪一个来宾唱得很好，你可以打他们的号码，让我看一下。纯。分析怎么讲呢，就是了解一下，不参与评分。好，休息一下。按掉了。